为什么不看呢？怎么一人打一个？为什么要一人打一个呢？哦，好杀，大哥牛逼！大哥牛逼！大哥好杀！丢！还漏了一个，他妈服了！我虽然失去了爪子，但没有失去灵魂。哎呦，这他妈有点远了吧？看他那个技能，图标感觉我都走出去了呀，两波都是，这个是真无语。说实话，当心炸药桶！用他们的手指填饱他们。又中了，哎，不过他车漏了，还可以。5块钱，其实我个人来讲，我比较烦那种一级学 W 的俄罗伊，很烦。他学 Q 可以躲，对我没威胁，因为他没突进。他一级学 Q 基本上是抢不了筒子，他学 W 还有机会抢。他抢不了筒子，我绝对能拿线权。打俄罗伊，你一旦能拿线权的话，这个英雄他就是废了。他一不到人，知道吧？一不到人是很垃圾的。现在他有线权，我就会难受很多。看到没？我只能走。现在这个线权我抢不过他，从现在开始我就拿不到线权，我得等我出完西兰刀才能拿得到线权。第一波可以，第二波出门不行，第三波出门如果有西兰刀就可以拿回线权。三花空顶，算了，劫没大的呀。哎呦 ，AD 来了，那只能放了。被击中了，得先走了。没桶子退线了。好死。疯了我操！我虽然失去了船，但没有失去灵魂。他妈的！
我操！哎，我的我的我的，老子不想回家，辜负了打野对我的厚望。我抢线还是有点抢不过他，因为他出的这个减速我不太好跟他去抢东西啥的，减速到的话他技能就很好命中的，就他这冰脉护手。不太行，中一我打不死他，不过他也打不死，他伤害不够，而且我这波没有加速装备。还是难搞，他太肉了。我操，我好乖呀。你缺水呢？我从盐分和海水中重生。当心打到头！更多火药。俄罗伊基本上不会 AJW 传统，基本上不会。一会儿就放心炸他就完事了。不强。死亡轰炸！你看吧，他不会抢筒子。我预判他抢他也不会抢。带我就杀他，他只要敢带我就敢宰他。不追，主要怕劫过来了，而且大龙马上刷，没有必要为了杀这个人去送了。啊！他妈的！我滑场被风女吹了一下，不然这个劫直接没了。
这他妈要把老子拍死了。他妈无语！不开是吧？没大招还他妈酱子狂！他妈 A 不动了，来来来，我他喵的，今天看看你有多狠，嗨！哎呀，被卡位了，我操！一打，真是一次 very good。再让我赢一把吧，再让我赢一把吧，求你们啦！阿弟，我啊也想打到钻一再睡觉。